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跟我一同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05页。605页第五行，有经中从第十页，过界严禁品到32，受乐无极品，广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主办种种清净庄严，四四无碍之相。那么这些经文到后面呢，我们通通会学习到。如是无量无边微妙奇丽不可思议之事相，悉因阿弥陀佛殊胜大愿之所成就，亦即极乐导师本净明心之所现，四离无碍，故经中所宣妙相，悉是真实离体。念老在此地为我们介绍的主要的是说明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如何能让我们生起信心，相信这是事实，这个是关键的所在。在在处处显示出阿弥陀佛殊胜大愿的成就，说明了念力不可思议，跟近代量子力学家所说的相同。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宇宙这三种现象，物质，再就心理，就是念头，自然，
这三种现象都是从心想生的啊。那么心理现象就是念头，念力要能集中一处，产生的能量啊，不可思议。科学家告诉我们，甚至于能够啊改变星球在太空的轨道。那我们在无量寿经上所看到的啊，改变太空星球轨道啊，这个能力不大。没有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这个能量大。这是真的。佛在《大小乘经论》都常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阿弥陀佛的大愿就是能够智心一处，或者是止心一处，停止的止啊，通通讲得通。那么止心一处就是一般所说的禅定啊，禅定就是把散乱的心收回来啊。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都是六根，净念想起，都是六根，就是把念头集中，不要往六处跑。啊，我们现在念头是往六处跑，眼见色往色上跑，耳闻声往声上跑，鼻嗅香呢往香上跑，啊，心呢都从六根呢跑到外面去了，都是缘外头的境界。啊，佛陀教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把这些念头收回来，佛用这个方法。在中国孟子也讲过这么一句话，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跟这个话意思是一样啊。什么是学问？把心收回来，心放在外头，把这个放心收回来，这就是学问。那于是乎我们明白了孟子的智慧从哪来的啊。他也是没有老师啊，成为大圣。孟夫子家境贫寒啊，他学孔子，孔子那个时候已经过世了啊。孔子的著作在啊，孔子著作不多啊，他就依孔子著作修行，遇到有困难想不通的时候，就请教孔子的弟子啊。在他那个时候，孔子的弟子还有不少人在世啊，他见到的啊，向他们请教啊。那么我们相信他得三昧，因为他懂得收心
他的心不往外面跑，换一句话说，他的心很清净，他的心定。这就是佛经上讲的三昧。三昧成熟，向上提升呢，就会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孟夫子没有到达。那叫彻悟。孟夫子肯定是大悟。没有彻悟。佛教人的功夫全在禅定，定越深越好。是菩萨修到八地，我们用楞严上的一句话来说，他就得到自性本定。自性本定是什么？能大师证得了，不证得了，他那五句话说不出来。他第四句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个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应该是八地以上才知道。于是我们知道能大师不是普通人。佛家常讲的再来人。不是诸佛应化来的，至少也是化身大师。绝对不是普通人。那么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认知念离不可思议。这个念离要起大作用，就是专念，不能夹杂。念佛往后在24品我们会念到三杯往生，三辈往生修行的方法是相同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都是用这个方法，但是一向转念呢，我们得到的与前身不同，功夫深的就是上品。次一点的是中品，再次一点的是下品，这上中下三品用观经上的话说，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这个三品都是生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图大概是上品下生的。应该是摄住、摄行。中品应该是摄回向、摄地。摄地前面七地。
啊，上品上圣应该是八地以上。啊，八地到如来果位一共是五个位次，这上品上圣。啊，事出世间法，至心一处重要啊。能至心一处的人是真菩萨，不是假的。啊，实性位的菩萨就能至心一处。啊，他们的智慧不是六道众生，啊，包括欲界天、色界天人，不能跟他相比啊。啊，首先说得很容易，做起来真难。啊，难在什么呢？妄想习气太重了啊！妄念呢，随时随刻的，它跑出来啊，自己没法子控制啊。修学的人呢，对这个是严重的烦恼，为什么控制不住？念佛，念着念着妄想来了，跟着妄想去了，佛号忘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想到了。啊，我们经验当中，想到的时候不长，忘掉的时间长。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往生就没有把握。啊，真正往生有把握，是念到功夫成片。啊，不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断烦恼。那个我们没那功夫。啊，阿罗汉辟支佛，断见思烦恼。三乘菩萨，别教的，断尘沙烦恼；化身菩萨，断无明烦恼。这是真功夫啊！这个我们做不到，无论修哪个法门。都到不了这个境界啊，末法我们能成就的确实只有靠阿弥陀佛除了这个法门之外任何一个法门我们都做不到啊，这要知道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决定要放下傲慢，要学谦虚。为什么？八万四千法门真的，那些人能修能证，啊，我们决定做不到，就不如别人了。啊，但是净宗的殊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啊，方法这么容易，我们可以做得到，有份。往生到极乐世界成就的殊胜啊，成就之高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象到的啊，确确实实超越了八万四千法门，超越了无量法门，所以它难行啊，难信能信，这佛说的，你凭什么能信？
凭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佛说的，佛要不说我们不知道。啊，可不可能呢？有此可能。为什么呢？我们接到佛法会生欢喜心。啊，这就是说明我绝不是这一生修佛的。啊，是多生多劫。就是佛门弟子啊。生生世世在修啊。啊，功夫也会有相当不错的时候，但是一投胎一转世，啊，前面都忘干净了，要相当的缘分，才能把前面提起来接上去。啊，这要靠缘分。到了，遇到这部经，遇到这部注解，这是太稀有，太难得。啊，为什么呢？这个本子说得太清楚了。五种缘义本里头，一个意思没有漏失。啊，五种缘义本有很多重要经文，这个本子有，那个本子没有。啊，同时看五种有相当困难，很不方便。啊，这个本子，五种缘义本里的内容全部都有，一个不少。啊，在文字上把它简化了。啊。意思丰富，文字简洁，容易读诵，容易受持，这个本子的好处啊，近代才出现啊，上一代的，我这个上一代的很多没有见过。啊，注解就更难了。啊，李老师见过这个本子，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他没见过。我相信，如果他要做到，一定是叹为观止啊！啊，一定是背脊赞叹。我们有幸比他们幸运的啊，遇到了真正把四个字做到幸运持名啊，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啊，有把握决定的事啊，既然是决定得生了，这个世界七情五欲应当要放下啊，为什么呢？不放下了可能会障碍你往生，那个亏就是大了。在这个世间尝到一点点甜头啊，极乐世界这个缘断掉啊，那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啊，稍稍有一点智慧的人，我想他不会干这种事情。啊，这个机会太难得，太难得。百千万劫难遭遇，
彭济清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遇到了，这中奖了。念老连公唯恐我们误会了，对这个不敢相信，所以才有这样啊细腻的注解，而且是以经注解。不是哪一个人随便说的，佛菩萨说的，祖师大德说的，这个做法无非是启发我们的信心，对注解里头，每个字，每一句，都能够信得过。我们才会认真发愿念佛求生。所以极乐世界无量无边，微妙其理，其实其特，力是华丽，不可思议的思想，你无法想象，说不出，好到极处了，无法形容的，这些都是阿弥陀佛殊胜大愿所成。就是四十八愿的成就啊！也就是极乐道师是阿弥陀佛本净明心之所现。极乐是怎么显现的？阿弥陀佛清净心现的，平等心现的，大觉心所现的，佛有这个心，我们人人都有。佛心里头没有障碍，全现出来了。我们跟佛一样的心，很可惜的，我们的心乱了，杂了。三重烦恼障碍住，他现不出来了。现不出来，不能说他不现，他还是现。现的什么呢？我们现前的地球的一真庄严，这是我们现前的心，现现前的境界。阿弥陀佛丝毫障碍都没有，不但烦恼断干净，烦恼的习气也干净。最难得的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得佛力的加持，烦恼也干净了。这三大类的烦恼，因为十报庄严土
还有41个阶级。那我们会联想到这41个阶级从哪来的？啊，佛告诉我们，无明烦恼断了。可是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知道，烦恼断了，还有习气。啊，像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啊，他还有习气。习气断干净了，他不叫阿罗汉了，他叫辟支佛，他升起了。啊，所以阿罗汉跟辟支佛不一样。辟支佛比阿罗汉高。啊，见思烦恼习气都没有了。啊，那他要修什么？就是他要断什么？他要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他就升起了。啊，他生成菩萨了。啊，可是这个菩萨，尘沙烦恼没有了，有尘沙烦恼习气。啊，那么尘沙烦恼习气也是断掉了，菩萨在十法界里头成佛了。啊，成佛断什么？断无明，无明烦恼断了，他脱离十法界了，啊，生到十报庄严土，华严经上说的圆教初住菩萨，这圆初住啊，别教是初地菩萨。无始无明烦恼断了，那我们晓得习气没断了。啊，所以十报庄严土从哪里来的？从无始无明习气来的。只要有习气，这个境界现前。无始无明习气断了，十报土没有了。啊，那就是菩萨圆满了，成佛了。啊，成佛是什么境界？常寂光的境界，就是回归自性。啊，回归常寂光了。啊，常寂光就是大般涅槃。这个境界里面没有现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无法形容，所以用佛用三个字去形容它：常。极光啊，常呢是永恒的，不生不灭，不变不异，它没有改变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连十报庄严土，不能说它是假的。但也不是真的。啊，为什么说不能说的是假的？假的是生灭法。十报土不是生灭法，不生不灭。啊，但是它有现，有隐。
有无始无明习气，它就现；无始无明习气断掉了，它就没有了。啊，佛经上说，影现不同，它有影现。啊，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不现。啊，怎么回事情？啊，神通之广大，智慧之圆满，是在常寂光啊！啊，在十报图里头，无始无明啊，虽然是不爱事啊，大事不爱呀、小事可能还是有一点障碍，障碍了。它障碍你回归常寂光，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实在讲，经上也是有说明，经上也有例子，说等觉菩萨，他的智慧像各罗网月，啊，罗是绸缎的一种。非常细的沙，像透明的一样，啊，但是它还是盖一层，啊，隔罗看月亮，啊，古时候宫廷里面富贵人家用的扇子，就用罗，啊，里面有彩绘，啊，那么佛。看这一切境界了，好比没有一切障碍，啊，这然境可直接看月子，他还隔一层，啊，等觉菩萨还隔一层，因为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品无明习气，还没断，啊，断了之后，十宝庄严图就不见了。啊，这就回归常寂光，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十宝图虽然没有心想，心想习气，现十宝图。啊，那么极乐世界是从阿弥陀佛。真心清净心的经体上说得好，清净平等觉，这个清净平等觉是究竟圆满的，不带习气，变现出来的净土啊！啊，十宝图如是。方便同居也如是，啊，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理事无碍，故经中所宣妙相，悉是实际离体。啊，实际离体是自性。极乐世界种种庄严是自信变出来的，换一句话说，那就是实际离体。我们有理由相信，极乐世界菩萨通通知道，不会看错。啊，我们这凡夫把所有现象全看错了。为什么呢？你看这物质现象，啊，德国的普朗克、爱因斯坦的老师，啊，他研究量子力学，专攻。
物质，一生就干这一桩事情。物质到底是什么？被他发现了微中子，把微中子打破之后，物质不见了，没有了。没有了是什么？发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把物质的秘密揭穿了。物质是什么？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啊，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啊。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现象，确实就像电影荧幕上的画面一样。荧幕上的画面完全是假的。是许许多多张幻灯片。那个影像在荧幕上纠缠在一起，我们的眼花了。看到里面好像是真的一样，这是全假的。一样都得不到。这个事情跟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物质现象完全相同。所有一直这个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1600兆的生灭，产生的幻想，它每一个相都是独立的，有没有？有，在哪里？没有了，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1600兆分之1秒，这是它存在的时间。弥勒菩萨告诉我，1600兆分之1秒。谁能够控制住？谁能够掌握到？大乘经教上说8地以上。所以8地以上就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了。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就是看到宇宙的缘起。这个宇宙到底怎么回事情？8地以上看清楚了。今天科学家确实掌握到了，发现了这个秘密。物质是搞清楚了，念头不清楚。念头只知道它突然发生，他说没有理由。立刻就消失。这他发现的，跟楞严经上一句经文相应。楞严经上佛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现象，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楞严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说的。
全是假的。所以佛在经上常常用梦幻泡影来形容设法界一真庄严。啊，用意呢是叫我们随缘，别当真。啊，你在做梦，在梦中知道梦中什么都是假的，随缘啊，不要执着它，不要在这上面起心动念啊，我喜欢它，我讨厌它啊，我想得到它，不要有这个念头，全假的啊，包括我们自己身体念头统统是不可得。啊，你一起心动念，这就是六道凡夫。啊，不起心不动念，那你就是法身菩萨。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你在四圣法界。啊，有分别，有执着，你在六道里的轮回。佛把这个东西讲清楚，讲明白了，这科学没法子，科学到现在不能给我们解释啊，量子力学给我们解释啊，念头跟物质的关系，这个搞清楚了，跟佛经说的一样啊，佛经上说念头是业相变现出来的啊，业是什么？业是波动啊，阿赖耶的三细相，第一个业相，从业相变现出转向，转向就是念头，从转向变现出境界相，就是物质啊，所以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念头可以改变物质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怎么回事情？念头不一样。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极乐世界的人念头好啊，他们心地清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他们只知道念阿弥陀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阿弥陀佛级别提升了啊，怎么提升呢？到那个地方恍然大悟阿弥陀佛是法身佛，不是应化身，也不是报身啊，法身佛是什么意思呢？法身佛是自性，阿弥陀佛原来是自性，这就是实际立体了。那念头念的是自性佛，自性佛，我这个自性佛跟弥陀的自性佛是一不是二，融成一体了。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到这个时候相没有了，念头也没有了啊，什么样子呢？常寂光，通通融在常寂光，像我们这个教室里头有多少盏灯啊，光跟光互相融在一起，虽然融在一起，哎，还过是过的光明，你熄一盏灯，它这个光没有了，啊，不融在一起了，光没有了，啊，灯一开的时候融在一起，啊，没有你我他了，真正叫一体，
一体是光明是一体，这不可思议啊！融入常寂光，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如来啊，等觉还没有融，妙觉就融了啊，融在这个里面，智慧神通道理真正究竟圆满。啊，法界虚空界里头，点点滴滴、芝麻大的小事情，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我们今天的人很聪明，发明电脑。啊，电脑给他比差远了，不能比。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无法比相比啊，电脑今天的晶片啊，一点点大的晶片里面容纳很多很多东西啊，现在的晶片还没有办法容纳一套大藏经啊，一套大藏经有好几片啊，一套四库全书20多篇啊，20多篇放起来一点点的羊口盒啊，一套四库全书20多篇啊，可是佛告诉我，一个微中子，微中子的体积多大？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等于一个电子。啊，电子我肉眼看不见。啊，那么微中子能容纳什么？能容纳全宇宙。在这个晶片跟它比，不能比啊！啊，它里头是宇宙整个宇宙啊！啊，而且普贤菩萨还能到这个微尘宇宙里面去供佛、闻法、度众生啊，微尘没放大，宇宙没有缩小，奇妙啊！于是我们就能想到，我们这个身体细胞组成啊，细胞是很大的物质现象啊，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宇宙，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菩萨真有本事，大菩萨可以住在你一个细胞里的修行啊，他在那个细胞里头看的是一个宇宙啊，那么这些是佛经里面的科学，科学就是想把这些东西找到宇宙的奥秘啊，佛经早已经说清楚说明白了啊，佛是怎么搞清楚搞明白的，完全用内功禅定，换一句话说就是智行一处，就这么个道理啊，把你这个念力尽量的集中啊，集中到微中子
那才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十宝图里面，原教初住菩萨。他们知道啊，离思无碍啊，证得了实际立体啊，就是发心。复以四思无碍故，这讲其用。前面是体，下面讲用。啊，讲到用，彼国一毛一尘，无不圆明具德，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啊，毛，正报最小的，啊，这都从比喻上说，尘一报里的最小的，一粒微尘，啊，一根汗毛。汗毛讲毛的尖端，汗毛的尖端，怎么有宇宙啊？有整个宇宙在里头啊！是无不圆明具德，每一根毫毛，每一粒微尘，都圆圆满满、明明了了，具足整个宇宙。啊，一切诸佛菩萨在哪里？在一毛里头，在一尘里头。啊，一尘没放大，宇宙没有缩小，大小无碍，大小不二，自性里头没有对立的。啊，大小啊，圆净啊，长短啊，统统没有。真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解释度，多解释一”。啊，一毛是一，这一毛里头有整个宇宙，这是度。啊，一尘是一，一尘里面也是整个宇宙。啊，这是科学，不是假的。啊，佛，我们最佩服的。佛所说的一切法，并不是叫你就相信，不是。你看，他信。前面这个信，真是半信半疑。啊，信了之后是让你求解，你把里面的理搞清楚、搞明白。这个信是有理论做依据的。不是迷信啊，但是这个心不是真心，真心要通过什么？要通过心啊，要通过正啊，信结行正以后，那个心真心啊，佛法怎么会是迷信呢？哪有这种道理？是讲信解行证啊！啊，绝不重视即闻之学啊！你读得多，听得多，记得多，你没有落实，你没有去做，你没有证。佛不重视这个啊，一定要通过行证，那是真正是你自己的真实智慧啊，是你自己的德能，这才管用啊！啊，佛说了，
你的智慧，你的德能，跟一切正果的诸佛如来是平等的，是同样的。啊，没有哪个比哪个高，啊，哪个比哪个多，没有，完全平等。啊，虽然平等，愿可以不同。啊，阿弥陀佛的愿跟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愿就不一样。啊，所以他事业也不相同，成就也不相同，但是都可以称之为圆满。啊，于是乎，起心动念这桩事情太重要了啊！啊，关系太大了啊，不仅仅是我们个人关系啊，啊，关系到天下苍生，还太小了，关系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有情，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四十八愿要多念呐，要把弥陀四十八愿变成我自己的本愿，这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心，啊，这样的人，你说能不生极乐世界吗？他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了，这是真正念佛人呐！啊，那么世事无碍，那。《华严经》上独有的，释迦牟尼佛讲一切经，没有讲过四十五碍，四十五碍只有在《华严》上讲到。啊，《无量寿经》里头有四十五碍，叫精进、复行。四时无碍，故知精进何以化也？极乐不离华藏。啊，这些都是事实。啊，华严，学大乘的人没有不羡慕华严的，没有不向往华严的。啊，华严是细数。说什么？说整个宇宙。啊，《无量寿经》是略说，虽然说的不多，面面都说到了。啊，所以。要想把《无量寿经》讲明白、讲清楚，你不能不学华严。你学华严，你就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华严不但是。无量寿经是一切经的根本，华严通了，什么都通。啊，但是这个经确实上上根人学的。啊，我们一般人学的时候，会把它当作什么看？
把它当作小说看。啊，传奇小说。啊，你认为他那都不是真的，都是虚构的。啊，实际上完全是真实的。对，所以华严成为圆满法轮。啊，根本的教义，所有一切经都是华严的某一部分。啊，像一棵大树一样，一切经是华严的一片叶子，一个小枝条。啊，华严是整个大树。啊，华严究竟说了些什么？慧能大师开悟的五句话就是华严。你看，浓缩起来，二十个字展开，《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都是大彻大悟的人说出来的。啊，一个说的很简单，一个说的很详细。啊，慧能大师说的简单，五句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这个五句话很重要啊，我们要相信啊，我们要能接受啊。啊，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不生不灭。啊，自己心本来是清净的。啊，那么现在许许多多的染污，它不是染污你的真心，真心染不上。染污什么？染污阿赖耶。啊，大乘教上常说的染污意。啊，是阿赖耶。六道凡夫用阿赖耶，不善用，完全用的阿赖耶的负面，所以有六道三途。用的正是完全依照佛陀教诲，依教奉行，啊，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完全用的正，那就是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四圣法界，他们也用阿赖耶用的正。啊，用的正。心就是清净，这四种人都是清净心，我们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啊，声闻缘觉是清净心，菩萨跟佛是平等心。啊，一开悟了，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十法界没有了，一场梦。从梦中醒过来了，啊，十法界没有了。第一次醒过来，六道没有了，那是阿罗汉。第二次醒过来就成佛了，啊，十法界没有了。假的不是真的，啊，告诉我们，假的，我们还在里面，知道它是假的，就好像我们做梦。知道是做梦，在梦里可以游戏了。那为什么呢？他都不放在心上，他就自在快乐。
啊，不生烦恼，放在心上生烦恼，啊，想拥有它，想占有它，想控制它，啊，想分配它，这都是全是错误概念。啊，它本身不存在，我自己身体也不存在，全是假的，毫无意义啊。啊，一念善，三善道的业因；一念恶是三恶道的业因。每一天自己反省一下，我今天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极多善念，极多恶念。啊，念头要知道，一秒钟是1600兆个念头，所以你的善恶念头自己都不知道啊！啊，许许多多善念起来，我这个善念不错，善念；许许多多恶集合起来的恶念，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一秒钟啊，1600兆个念头啊！只有佛才把这些事情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让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所发现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我们能不信吗？发现了我们相信，没有发现了我们也相信，我们在等他发现。啊，我们知道佛绝不骗人，佛讲的是真话。啊，你相信决定对你有好处，你不相信啊，那很多好处你当面错过。这几句话把净土宗提高了，提升到跟华严平等，就是这个意思。华严其如难呐，啊，化身菩萨才能证得华严境界，啊，华藏世界，啊，可是这个法门，只要信愿，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你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而且极乐是华藏最精彩的一部分。啊，这个搞清楚了，你对于求生净土的那个愿呢，才是真发了啊！你没搞清楚啊，你那个愿是有，但是或有或无啊，忘掉的时候多，提起来的时候少啊！啊，所以金金何以化藏，极乐不离化藏。如日本弘法大师在《密藏经》里面说的，啊，日本这些古大德，啊，弘法也不例外，啊，通通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在中国学成之后，回到日本，啊，建立宗派。日本有13个宗派，啊，他们大多数的人
是净宗就是善导的学生啊，再有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的学生啊，这占绝对大多数。密藏记是弘法大师著的，就是无量寿经注解啊，这个里头解释华藏世界义。华藏世界什么意思？华者理也，理变法界，常诸法于其中，故曰华藏。啊，那么他的解释也是从他的老师那里学来的。啊，是华藏世界者，最上妙乐在其中，故曰极乐。啊，最上的妙乐。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享受到啊！啊，这个上面决定没有苦啊！极乐世界的智慧里头，我们做比喻，没有苦这个字啊，也没有这种概念。啊，它只有乐，六根所接触到的六尘，啊，在我们这里叫六尘，为什么？尘有染污的意思，在极乐世界叫六种境界，为什么？它没有染污，啊，这六种境界全是自性变的，那换句话是，你见的是性，闻的也是自性，啊，嗅的是自性，尝的也是自性，啊，动个念头想的还是自性。这才叫最上妙乐啊！啊，所以这个世界称为极乐。这个经世界，即是阿弥陀佛自性变现。啊，自性变现是因。四十八愿是缘啊，因一切诸佛都有，一切众生也有，缘不一定啊。他发这个愿，我们没发啊。修行真果，发愿在先呢。啊，弥陀已经成就了，我们发他同样的愿。啊，他成就这个果德，我们立刻就能够受用到。当知，极乐与华藏，虽名义而非一处。这一句话说得好。华藏跟极乐是一，不是二，名词不一样，是一个处所。啊，我早年在新加坡讲《华严经》，有个同学曾经问过这个问题：
华藏跟极乐有什么差别？我举了个例子告诉他，华藏好比是新加坡，极乐呢好比是乌节路，他们金融大道，最繁华的一条街，就像这样，跟此地讲的意思一样。又弥藏记钞第六卷说，天行菩萨的净土论就是往生论，说极乐世界名华藏世界，是其真也。这是天行菩萨往生论上的话。菩萨修念佛法门往生净土，非常慈悲，把他自己修行正果所见所闻，造这一部论给我们做参考，这就是净宗所依据的三经一论，一论就是往生论，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这三经专讲净土。三经的教义都在这个注解里头。所以看黄念老这个注解，净土中所有经论的要义、重要的意思，他统统都揭露了。这个集注内容非常丰富，所以说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是有证据的。一莲花成国土，故曰华藏。这华藏是这么来的，这个花是莲花，受最上妙乐了，这成极乐。极乐是形容那个世界的众生，他们享受的是最上妙乐。那居住的环境是莲花成就的。莲花代表清净，出污泥而不染，代表菩萨所住的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用莲花的比喻很有意思。莲花的根长在污泥，用莲池那个里面泥土呢，染污表。六道轮回，六道是染污的，那么莲花的茎是在水当中，这个水当中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法界，花开在水上面，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生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庄严土。就代表莲花开在
取这个意思。所以华藏世界是莲花藏世界。是华严经上所说的。释迦牟尼佛报身这个化身如来所具的。叫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文叫遍一切处。那什么意思？就是常寂光。遍一切时，遍一切处。化身。报身叫卢舍那佛。华藏世界。报身如来是化身如来印十宝图就是华藏世界这些菩萨之所感现报身帮助他们报身佛为这些化身菩萨说法帮助他成佛。所以是一处一名同一个处所。两个名称。极乐跟华藏。两个名称。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又往生论为极乐三种庄严。如一法君。三种庄严是依报庄严依报是那个地方的环境用我们的话来说，生活环境、修学的环境。这就全包括了。那么第二种呢，是正报庄严。正报有两种，一个是佛，一个是菩萨。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可是很详细一共说了29种庄严依报说了17种佛说了8种菩萨说了4种没有说极乐世界是个国家，没有说极乐世界上有上帝、有神，没有讲过。世尊跟我们讲欲界天。色界天都有天王都有组织
啊，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它是个学校，它是个道场。所以这个里面人只有两种，非常单纯，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啊，老师确实神通广大。啊，一个人能教无量无边的这些学生。啊，而且几乎在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都是一对一的。啊，阿弥陀佛教我一个人，这是真的。啊，那么多人，阿弥陀佛有本事分身，每一个人都感受到阿弥陀佛在教我自己。不可思议的境界，众生无量啊！啊，往生的人无量啊，弥陀的化身无量啊！所以，无论你在极乐世界什么地方，你都看到阿弥陀佛在身边，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大讲堂，啊，大讲堂，佛坐在那里，在经文上告诉我们，经现在说法。极乐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庄严？我们现在完全明白了。说法没有间断，啊，中国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熏修重要啊，一遍两遍不行啊。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啊，我的标准，我要告诉我们的同学，啊，这一部经学会了，至少要讲十遍，才可以再学一种。为什么？没有十遍，根扎得不牢。啊，学完之后我讲十遍，啊，才算这一部经啊，我学会了，我再学第二部经。啊，这个根扎得深呐，一遍不行的，要是没有去讲，那就更差。所以，佛学院为什么出不了人才？佛学院老师讲，学生听，没有复讲的机会。啊，我们在台中有复讲的机会，只有一次。那我也讲十遍怎么办？啊，找同学，同学家里，到他家讲，星期一在张家，星期二在李家，星期三在王家，我是这样讲法的。啊，听众呢，两三个人就够了，不要很多。啊，这样练习就练成功了。
啊，因为讲的时候他们还问呢。啊，有时我们自己疏忽了，没注意到，他一问就把我问出来了。啊，问能解答很欢喜，不能解答就找老师。啊，教学相长。啊，所以自己要跟自己想办法，不能偷懒，偷懒什么都学不到。啊，所以这同学的帮助就很大了。啊，极乐世界好，为什么？阿弥陀佛天天在身边。无论走到哪里都看到阿弥陀佛，啊，什么问题佛给你解决，啊，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的能力，看阿弥陀佛能分无量无边身，每一个往生的人也跟阿弥陀佛一样，也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啊，他真分身，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十方世界有多少佛刹，有多少佛，通通去拜，一个都不漏啊！拜佛供养啊，供佛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你想想看，一天你所修修的，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修不到，极乐世界一天有这么大成就，所以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啊！啊，道理在此地，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同时又能够参访一切诸佛如来啊，还上求下化啊，对佛是上求啊，求福求慧，还度化众生啊。每一个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六道十法界里头的，决定有过去生中跟自己有缘的众生啊，你知道啊。啊，遇到之后，啊，他现在在哪一道？你很清楚。你会到那一道去化身，去帮助他。啊，缘有亲有疏，有熟有未熟。啊，根熟的众生，你就可以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啊，把这个法门告诉他啊，这个叫做真正行孝悌之道啊。啊，过去生中父母啊，祖父母，这尽孝道啊，尊长平辈尽悌道啊！啊，念念不舍这些众生啊！啊，不到极乐世界，你要修到这种能力，真的要无量劫啊！以其他的法门修行。修成功之后了，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往生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有这个能力，跟极乐世界一样。啊，诸佛能成就人，能真正成就人，全是教学。诸佛刹土的殊胜
庄严、清净、美好啊，众生个个好学，个个听话，全靠教学啊！这是我几十年来深深感触到的啊！我也认识一些国家领导人啊，像老朋友一样，在一起什么话都可以谈啊。他们常常问我，总想把国家治理好，问我有什么方法啊。他要是一个宗教信徒，我就直接告诉他学佛啊，不必学多，学释迦牟尼佛，学阿弥陀佛够了啊。学佛是学佛，就是教学教学，把人都教好了，你的国家就大治了，太平盛世就出现了，全靠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汉朝有文景啊，2000年前，唐朝有贞观，有开元啊，近代的啊，前清有康熙、雍正、乾隆啊，这些帝王，他们有这样的丰功伟业真正实际上是伟大的成就，让人民得到安乐，全靠教育啊！这在历史上可以检验的啊，有证据，不是随便说的。只要把教育办好，教什么东西呢？很简单。啊，要教人性的科目，啊，物质那一方面可以缓一缓。现在问题出在哪？全是物质的学科，人性学科没有了。啊，人性学科讲什么？伦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权利，人与人的义务啊，道德、因果啊，圣贤教育，圣贤的智慧，圣贤的德行，圣贤的理论，圣贤的方法，圣贤的经验啊，多教这些，多学这些啊。极乐世界不但是诸佛刹土的模范啊，也是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啊！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啊，与天下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跟他们在一起交流啊，在一起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
平天下。啊，平是得其公平。啊，天下人人人都得到公平，就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是平天下的意思。啊，那这个世界就是天堂啊，就是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能在那个地方见极乐世界，我们也有能力在地球上见极乐世界。啊，所以建国君民，阿弥陀佛最好的榜样，只要跟他学，那是真正世界上历史上第一流的领导人。啊，我们学了几十年，深深体会到啊，很难得，我们今天在此地，斯里兰卡给我们做了证明。啊，他的人民为什么这么好？在斯里兰卡没有青少年的问题，这是在其他地区最头痛的问题。啊，青少年问题、犯罪问题，在此地没有。啊，青少年通通被教好了。啊，我们还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他们小学、中学，啊，特别是初中，他们的课程内容，啊，找几个人翻译出来，我来看看。啊，这些孩子怎么教的？啊，每一个星期天有一天是佛教课程，啊，这个我们知道。啊，星期天的上午，整个一上午，从8点钟到12点钟，啊，是学习宗教课程。到哪里去？到寺庙去。啊，附近的寺庙。每一个寺庙都开放，啊，星期天这一上午都给在校学生服务。啊，我们看到了，佩服。闻所未闻啊，从来没见过。啊，在中国书籍看，古时候啊，不是现代呀。啊，现代还能看到。这也是今古奇观。啊，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啊，那么现在斯里兰卡朝野不少人心量很大，不是小乘心啊，扎小乘的根，学大乘这正确。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叫非佛弟子，佛不承认你啊。你没有小乘的根，没有小乘的基础，啊，佛不承认。啊，佛希望你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世尊当年在世的教学，我们看得很清楚。啊，他教学
菩提树下开悟了。出定之后，就在鹿野园教五比丘，讲阿含，以后听众学生越来越多，经上所说的1255人是阿含时候时代。就参与了，一生跟释迦牟尼佛很少离开的。阿含12年，这是小学。现在这个世间小学多半是6年，佛是12年。中学、初中3年，高中3年，6年。佛在阿含在向提升，就中学，就方等，8年。那么换一句话说，佛是用整整20年的时间扎根。那我们现在教育，小学6年，中学、初高中12年。跟佛陀教育来比，他差8年。8年之后，你看这20年之后，佛开始讲大乘，好比是大学，大乘完全是智慧为主，叫般若，22年讲般若，最后的8年好比是研究所，讲法华，你看佛。办这个教学，一生，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它是循序渐进的，没有例外的。所以佛希望后世弟子们也要遵循这种渐进的方式，才真正有成就。不要恋等，不可以好高骛远，要学得扎实。真正扎实，还得要懂得一门深入。一步经，在一步经深入啊，容易得定，就是容易得清净心，得平等心。清净心，阿罗汉的定。平等心是菩萨的定，有定他就开智慧啊。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要清净心、平等心得到的，不是学东西多，不是记得多，不是的，那个得不到。完全靠定功。那么这是三种庄严如一法句。论上说，一法句者清净句，清净句者为真实智慧为法身。下面有坛南法师的注解。今天时间到了，明天我们看坛南大师的注解。